掉下来了。嗯，又掉下来了。升级了。知道门开不开？上面好像上不去。寂静花园，要被玩死掉了。我又升级了。啊，这红色的月亮。
咦，它掉下去了。这个应该是传送点啊，好吧，嗯。哦，波斯了。我忘了存档。这我就胜利了，好吧。嗯。
啊，又是一个波斯。啊，不是，这是一个新鱼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，就是使用这个 GBD 的迷你，来玩的一款老游戏，类似于恶魔城的一款游戏《血屋》，好吧。那么这期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。